存这种的病毒，予人真惊。咱知影方法，就是讲安怎预防。啊，这个预防爱用心嘛，也要预防。知影挂口罩啊，知影勤洗手啊，啊，知影呢，咱爱远离什么所在，甚至呢，嘛知影，知影讲，咱手唔通乌白摸，哪怕你讲爬楼梯啊，手摸着扶梯啊，或者是呢，刀啊。安尼摸咧啊，无听到呢，都拢总会有病毒伫咱的手咧。所以咱爱定定都是勤洗手，洗手就是啊，好亲像咱用法伫咧忏悔。最后咱爱预防好好，只要咱真正提起警惕的心。除了知方法以外，要去实行方法，就亲像咱心灵的病毒，咱即马拢知影忏悔，爱忏悔，真正的忏悔是人对人的忏悔。咱若是做唔对的，咱搁再安尼家卡唔对，唔肯予人知影，这叫做烦恼。这种看到罪呢，这种的心态叫做迷乱吧。知影讲，咱已经犯着了，心内真忏悔，忏悔你无讲出来，惊人知，因为呢，惊人知，惊人看咱未起，这种的叫做迷乱吧，因为呢，惊人看咱未起。这种的心情唔对啦，咱有错误，咱爱呢停向，甲大家人讲，停起，咱应该尽量甲别人讲，我较早有安尼的代志，这叫做发怒忏悔，发怒忏悔呢，罪即消。咱若是服从，罪会增长。咱爱知影，日常的生活中，举手动足、开口动舌啊，无不是业。这，甲咱的心对面的境界，无听到人讲一句话，轻轻一句话，这句话呢，走入咱的心来。是啊，欢喜的呢，是埋怨的呢，这拢总是病毒。予咱欢喜的，咱就去给它接触着。我欢喜，去给它接触。那欢喜会变成了执迷不悟，就是啊，大家人定甲我讲好话，定来甲我讲好话。我做好代志，你哪会无甲我拍破下子嘞？咱定来听人讲吼，啊话讲讲讲，哎，紧甲我鼓掌啊！伫咧讲话呢，伊嘛爱听掌声啊，这叫做执着。这就是爱人家侮辱，爱人家赞叹，这种的心态也不对啊！啊，或者是人讲一句话呢，忽然。予咱扣分，予咱埋怨，这呢，那会累积成了迄个是非烦恼。有朝一日啊，我看到这个人呢，心唔止未欢喜，就会对伊呢一种无好的态度，或者是故意去模仿，等等，这。这拢总是病毒，外面的境界啊，不管是人讲的话，或者是环境，等等，予咱感觉会到的呢，只是予咱感觉到的迄个物件，
无不是呢心灵的烦恼，这叫做心灵的病毒。修行啊，就是要爱，也要预防，预防咱这个心灵。外面不管达到什么款的境界，风吹草动，或者是呢欢喜，或者是让咱烦恼，让咱受气，这种的境界现前的是，奶奶来啦，因为咱拢凡夫嘛。七情六欲啊，大家人拢也够有，不管呢，什么款的境界来到咱的心灵，这种的这个感情，是啊，怨的情啊，恨的情啊，爱的情啊，欲的情啊，啊，足侪种真正的复杂的情啊，那这种的心情啊。咱唔通定啊，囥个心咩？咱爱，不管虾米款的境界来，咱爱家己爱会晓过滤。过滤了后呢，虾米是咱应该去做的，咱认真去做就对啦。虾米是无应该咱去做的，咱爱赶紧的将咱的内心给消毒掉去。这叫做。心地精致，好的精致，咱认真经营；那歹的精致，咱来积极消毒。所以，心亲像一颗蚕，那心亲像一个乾坤的境界。在咱现在，这个世界上。有真侪祸端灾难，其实这拢总已经是病态啦。心外的病态呢，咱爱用身体力行，安怎用人甲人的中间呐、啊，去表达迄份厚爱，要安怎用结合人的力量？来帮忙这个世间，消除这个世间的病态。但是咱更爱努力的呢，人人心灵的病态啦。伊这个病毒那无消毒，迄种你会当头好心、好气、好爱协力，那就比较较困难啦，各位。凡夫啊，甲佛呢，本来是平等的嘛。那么咱呢，就是因为这点的无明气啊，这点无明啊，就是病毒，心灵的病毒，变成了咱，这，逐天逐天都伫咧复制，这罪孽，咱爱感恩的呢。就是诸佛菩萨来人间，为大医王来应病下药，咱都爱有迄份呢，真正是志愿，要走去人群的第一线，心灵病毒的第一线，咱要去呵护照顾。佛陀安怎甲咱教，互咱知影什么是药啊？什么时间爱用什么药？咱呢爱用耐心去甲伊劝导，互众生知影，我这个时阵应该爱食这种的药啊，会是？这就是咱的责任嘛。因为今年这个病毒很严重啊，所以上了一支。在平台那边一直讲要鼓励大家多吃素，要大家要戒慎虔诚，所以这次真的是要积极一点咯，多鼓励大家吃素。我们上次不要吃动物，不要跟那个动物结那个恶缘啊，因为我们吃的动物死了就好像尸体嘛，现在我们都吃
边很少人吃素啦，也找不到素食啊，因为他们就觉得吃素就好像是吃那个面粉啊，吃素料，所以就以前那些古老的想法，我们就想要把它改变一下咯。其实素食也是很好吃的啦。学问无不是呢，阻碍爱情，家家己的心灵啊，这个病毒，咱来时时呢预防，唔通可以走入来，咱才有真正的健全、明朗的地位。